当然，其实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合作中，他们其实主要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用户解决的方案，包括一套比较高水平的设计。然后它其实在第一代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，更多的适配性，包括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设计系统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计系统来不断的扩展我们的设计，以及一些其他的地区的适配，其他的一些额外的需求。然后在后面的一些项目，包括这五年期间，其实我们一直围绕着 Star 给我们做的第一套这个 HMI 在不断的拓展以及深化。然后我们目前海外所有的设计其实也是基于 Star 的，以及深化。然后我们目前海外所有的设计其实也是基于 Star 的给我们做的 HMI One Power Zero 这继续来拓展的。 Star 在 1.0 的基础上和我们做了 2.0。然后最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在一套设计适配多个区域需求，包括用户使用习惯，以及怎么展现我们品牌的一个品牌性。但是很高兴的是 Star 其实把这一块做得非常完美。我觉得 Star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理解力以及沟通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和 Star 的这一次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也为我们后续的一个项目的启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。